今天我挑战给叔叔做镶银牙。我的牙牙好着呢。我说的是往豆芽里边塞肉，据说一盘菜价值上万呢。首先要挑一些和我体型相当的粗胖型豆芽。噔噔，我挑了这些，把它掐头去尾。去烧烤摊抢一根签子，从这一头小心的给它穿过去。穿破了。我要更小心一点。完了，它又裂了。又破。是破破破破。这个真的太难了，我终于成功了这么一小根儿。哦，又成功了。啊，这个菜实在是太难了，半个小时才弄了这些。接下来我就要往这个小孔洞里边灌肉了，把鸡胸肉和蛋清打成泥。哇，打出来的好细呀、啊、把肉泥抽上来，我的针头都依稀可见了。哎，哦，它这个肉挤出来了。我就要把这耗时三个小时的八根镶银牙给蒸熟。哦，熟了熟了。能看到这里边的肉泥吗？已经凉了，快让叔叔尝尝我这个高仿宫廷佳肴。这个实在是太难做了，视频点赞过10万，我做1斤的镶银牙，看你们的了。关注菜财，每天都有新期待，拜。